你要是敢把我回太极的事说出去，我就打死你。在设计师里的限定款来说不算贵。啊，不贵呀。少于十个人的戏要废戏，当然不可以废除。这件事情你还是不管。白师兄呢？他怎么到现在还没？他不在，太极戏不就输定了吗？不能再等白师兄了，还是我先上场。我叫陈冰，这位是杨凌雪。我们今天早上刚转入 CMF 学院太极系，这场比武我们也有资格参加了。两位同学有什么资料证明？既然转入了太极系，自然有资格，两位同学请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磋，不会就这点本事？招数都使完了，那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了。本场比试，太极系获胜。你看我给你发的视频没？他们怎么练跟我一样啊？什么招式？不就你教我那些？你呀，这是陈氏太极传人，你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显露武功，你功夫太差，打不过他们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会避开他们的。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见其他人？二位，你谁呀？我是拳道队长谭凌，今天两位的功夫，我们拳道系受教了。怎么了？有事情？没事，只是有一点想不清楚，两位如此的实力，居然愿意屈尊于小小的太极系。你要是想替拳道系报仇，那你尽管放马过来啊。我可不愿意自找麻烦，我只是有一句话必须得跟两位聊聊。
此话怎讲？前几日，有一女生用太极功夫打倒了拳道妻子，跟我们有关系吗？重点是，那个女生用的太极功夫，神似你们陈阳两家功夫的精髓。我可听说你们陈阳两家的功夫都是传内不传外的，是吧？这个女生啊，一定是 CMFU 学院的学生，但她不是你们太极系的学生，所以我猜她肯定是藏身于别的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肯定有别的目的。虽然他说这件事情事关我们陈阳两世太极，但是不可轻信啊。对啊，太极女高手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既然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儿，那我们就等他拿出证据。如果真的有太极女高手，我们一定要找出他。也好，走吧。陈斌跟杨凝雪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，同样都是太极系的，怎么实力差距这么大？因为他们两个是陈阳两世的传人。你跟踪我？不巧路过。台上的陈斌，台下的杨凝雪，一位是陈氏太极的传人，一位是杨氏太极的传人。太极流派发展至今，占据主流的就是陈杨两派。那既然是主流，为什么太极系的学生达不到他们的功力？是因为传承，传统国术的传承一向是传内不传外，传统的狭隘必将导致没落。太极的外表架子好学，但如果想学出神髓，就必须有高手亲手指点，甚至手把手的倾囊相授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其实根本学不到太极的精髓。破除门第之见势在必行，不然实在难以将太极弘扬开来。你怎么什么都懂呀？这种事情稍微关心一下就至少会了解七八成，不像你这种完全不了解自己实力的太极高手，不晓得罢了。你说话不能好听一点啊，怪不得他们要打你，要我打死你。习惯了，要是你听不惯就再用点辣椒水吧。你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再过一周就可以出院了。比赛怎么样了？赢了。我们赢了？是太极系赢了。怎么赢的？靠实力。你的伤不还是没好利索吗？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。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学生会在调查你中毒的事情，身为学生会长，我会给你一个公道。有你主持公道，我还担心什么？快点好起来。
到了。这是我根据太极女高手的身材和身高筛选出来的全部学生的资料。这怎么这么多呀？这可是我熬了一通宵排除了上千个人得到的结果，剩下不过100来份而已。知足吧。这100多个那还是多，万一找了没找到怎么办？就是啊，谭林同学，这么多范围不能再缩小吗？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更何况凭你们二位的实力找个人有这么难吗？我看你就是想等着让我们给你找。你这倒是冤枉我，找到太极女高手本来就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，我一个外人本就不便插手。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们全道系道个歉而已。但是对于你们太极正统来说的话，可不知道歉这么简单。你们陈氏、杨氏、尹派、白氏、尹派、魏氏四大家族向来团结一致，中间莫不是出了什么小人，泄露了太极正宗吧？不用这么怀疑我，我们全道系也不是无理之人。大家一起找到太极女高手，也可以消解我们两系之间的恩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加油吧。小雪，要不然分头找一下。嗯，行，没问题。那你就赶紧给我好好找，必须把它找出来。喂，你倒是分一点啊。我自有办法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你又在看漫画，你就知道看漫画和傻笑。过来，我给你补课。你天天啥都不知道，就知道傻笑。来，补社会新闻。你知道陈冰和杨凌雪这俩人吗？不知道。你说是谁？陈冰、杨凌雪，太极系新同学。哎呀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啥？然后他俩到处打架，你知道吗？厉害吗？没厉害，单挑四大系，打一个系赢一个系，全打趴下，可厉害了。谁要听你说？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你把我思路打断了。谁陈冰厉害还是杨凌雪厉害？打的是什么呀？重点不是这个，我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儿。我只知道陈冰他是去找人，好像到处找人，就进那个刘波学院。你知道刘波学院吗？刘波学院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学院啊，全部都这种。然后嘴买卖，陈冰他就。看我，嗯，陈冰他就，然后呢？然后。看够了没有？差不多吧。好看吗？怎么说呢？刚才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习武之人嘛，他会有条件反射，你这样抓过来，我下意识就会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陈冰，你干嘛呢？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是在打扰你吗？不是不是，你说好的找太极女高手，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这些人的身材很好看是吗？你说什么呢？
我是通过他们游泳的训练，观察他们的发力，然后来判断他们是否有人学过太极。哦，那你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还不走？站住！追着想走？我们要走便走，你能拦得住吗？在我的游泳馆里闹事，还敢如此嚣张？当我们流波学院好欺负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和没有功夫的人打。两位，冷静一下。俗话说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小雪，说话客气点啊。闭嘴。OK。哎，魏楚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事交给我来处理。如何？希望魏会长不要让我们流波学院失望。当然。跟我来。太好笑了，我肚子都笑痛了。是。要是魏楚他不去该多好，那还能更好笑。我都累了。我肚子好痛。魏楚，刚才真是多亏你啊。没事儿，就当是教训了，以后在学校注意分寸。他不就是为了占别的女孩子便宜吗？喂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是去调查神秘女太极高手。你挺有理是吧？宁雪，陈冰不是那样的人。就是啊，多少年了。不过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什么太极女高手，你们听谁说的？我们是听拳道系的队长谭林告诉我们的，而且我们还听说了，这次拳道系就是因为这个神秘女太极高手打败了拳道妻子。谭林说什么你们都信吗？拳道系明显是想让太极系难堪，你们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经过你们这么一闹，太极系就要跟全校树敌了。可是这事关太极正宗，难道我们就不该调查一下吗？如果太极正宗被偷学了去，那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振兴太极系上，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为了给展鑫和流波学院一个交代，你们两个去一趟流波学院，扫一天游泳池，以表歉意。可是师兄，我们没有做错呀，尤其是你。要以礼待人，别失了太极传人的神采。听到没？啊，我们知道了。那魏叔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嗯，师兄再见。我听说你去看太极系的比赛了。正好有时间罢了。是吗？看来你还是放心不下太极系啊。有海洋在，我怎么会不放心呢？故意亡我户口填子，好一个扑哧啊！置死地而后生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是不得了。奶奶，您过奖了。奶奶虽然老了，但还不糊涂。破除门第之见的打算，看来你现在还没有放弃吧。国术之所以为国术，正是在于它的传统。丢了本源，国术就名不副实了。所以你的想法我不会支持的。就是因为这种传统，太极才逐渐式微。太极的式微是因为八旗门。林雪，陈冰，小雪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魏师兄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魏叔，魏叔，你终于醒了。魏叔，你没事吧？
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没有什么力气。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得想办法逃出去。可是我们现在都被绑着，怎么逃？初生之犊不畏虎，早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束手就擒。方静，你为了赢过太极真是不择手段。你就是个阴险小人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今天你们这些太极门派的传人全都得留在这里。如今八旗门已经销声匿迹，门主方静已经畏罪自杀，太极自然能重新发展壮大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你就不要再追究了。现在养伤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奶奶，这一局我势在必得。承让了。我是怕你重蹈了我当年的覆辙，后悔一生啊。奶奶现在依然介意当年风前辈的事吗？棋局无定势，胜负在人为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喊啥、啊？那个上上说你身上公子评选开始了，就是选院草院花的那个。没兴趣。你怎么能不感兴趣呢？你是第二哎。第二？哦，你就比这个静柔少20票。我跟你说，你吧，不要总看这些有的没的，你知道吧？只有我，低调点。说啊，这魏楚他怎么就能一直是第一呢？他为什么人气能那么高呢？他之前不是都休学了有一年多了吗？怎么粉丝就那么忠心？魏楚，魏楚，怎么总是他？我最近总能听着他，别提他，提到我就烦。好香啊！怎么最近变成小厨娘开始做饭了？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嗯，带着爱的鸡汤。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吧？谢谢你啊。不是不是，哎呀，同学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嘛。还没有问你的名字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笑笑，是上香学院书画系大一的。我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，我就给你煲了个鸡汤。尝尝呗，我觉得对身体特别的好。我昨天晚上查了好久的菜谱，你别说，这个煲鸡汤真的还有点难。我从来都没有煲过鸡汤。熄灯以后，我悄悄在我们寝室一直在那儿偷偷的对着老师，老师要被发现了。我放了好多料，当归、枸杞、人参，然后整鸡，一定对身体特别好，有助于你恢复元气。来，尝一尝，尝，你闻。超级香，我自己来。等等等等，我帮你吹一下。
一定。我给你擦，我自己来就。赶紧走了，我们还得打扫游泳池呢。急什么？这么多好看的画，不欣赏一下，太可惜了。不过你说魏师兄为什么不让我们调查太极女高手？这明明才是事关太极生死之事啊！没有这么严重吧？怎么不严重了？太极一向传内不传外的，你要是被偷学了去，岂不是败坏规矩？你怎么不认为他令他说谎？他没有这个理由说谎吧？那画，怎么了？你看这画的笔锋，阴阳相生，以柔应刚，分明是使用了太极的招式吧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画这幅画的人会太极？很有可能。风，书画系姓风的，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。但是还是先打扫游泳池去了，走了。哎，季荣，票选就要截止了，看来我要提前恭喜你蝉联上乡淑女啦。结果还没出来呢，那还能有什么悬念？除了你，谁还有资格？某些人，还是算了吧，哪有资格跟你比？哎，魏楚是上乡公子，你是上乡淑女的话，算不算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啊？康老师，好久不见。魏楚，有事？我今天到这里来旁听可以吗？旁听？哼，咱们书画系文学底子媲美古人，你要点底子才能够来旁听啊。一年多不见，切磋切磋。好。这个字怎么解释？不送。我们要有孔孟好学的精神。请上座。各位同学，收拾收拾，整理整理，我们待会就上课了啊。同学，那换个位置坐吗？你也不是一定要坐这儿吧，那儿也空着呢。就是啊，这位同学，这边坐人了，没看见吗？你去那边坐吧。我乐意。三人行，必有一灯泡。大哥，你天天跟着我，你是不是跟屁虫啊？陈明和杨凝雪正在来这里的路上。哎，同学，上课了啊！我们今天这节课呢，就是赏图，要赏哪一幅图画呢？庐山高图，
每幅画都有不同的气势，登高山望远海，俯长剑一扬眉，每幅画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各位同学有什么心得可以把它说出来？哎，没想法，没睡醒，没感觉，没灵感，没问你，没天赋。飘飘，我老师那个这个画，此图乃明代画家沈周庆祝恩师陈宽七十大寿所作，画家采用全景式构图，近中远景自下而上一气呵成，一笔一画组成浓淡远近层次，细节之处凸显画家的一丝不苟，不过刻意模仿猿人的画风不免显得有些做作。上香公子一卧龙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课吧。事后躲不过，不排除他们对你的嫌疑，你永无宁日。都怪你。下课之后，教学楼大概有两三百人的流动，垃圾水带来吗？那不就风飘飘吗？来的正好啊。陈冰他们一定在某处观察你，等下我会故意绊倒你，你准备好了就挽住我的手，放心摔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我尽量演得真一点。只要他们发现你够柔弱，就能消除嫌疑，否则传承的狭隘什么来着，手把手亲手教学。哇，这个词真的是来源的，你们舌头打瓢了，兄弟，我说反了。那个 ，OK。睡觉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睡觉。好，别过瘾了吗？来，准备上。到了。干嘛呢，小软啊？把它卡住了。那个振斌，你还是手不能那么高，我会觉得你在避冬未处。啊。OK， 来，手低点。干嘛呢？来开喽，来，来背，开始。来一个，追不上你。啊？来，来，